好得很啊。嗯。哎，喊救命的是吧？谁喊救命？这个。哦，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。啊，这个听见什么了？你就看他们喊什么，你就会知道他是谁的粉丝，是吗？怎么分呢？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。哦，那儿都有。哎，你看，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。对，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。我嗨，没有。你的粉丝没来，我就不喊。有一个管你喊老公的那个，我们俩会好好过的。那是那是，于老师这是省亲演出，对，这是我的家乡，祖籍陕西蓝田，是，是这样啊，你看看那蓝田人坐那儿了啊，谢谢各位吧，支持，哎，大伙儿这么捧，这么鼓励，嗯，无以为报，嗯，您各位也认识我们。哎，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，客气，我叫郭德纲啊，大伙儿是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么要着重的介绍一下，你看太客气了。这次来西安呢，反正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，包括跟岳云鹏啊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哎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。好的，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不用比划，都认识您呢，是吗？中国相声界的中流砥柱，呵，不敢当。姓于，名谦，字麒麟。嗨，这个于麒麟这个人呢，在中国相声什么于麒麟呢？好多人都给我夸你儿子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了？你跟他有区别？当然不一样啊。他行大啊，我行二啊。你争经这个就没意思了。是我争经这干嘛呀？我要。在你的家乡跟你探讨一下有关这方面的问题。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？请您不要像那些个相声演员一样。怎么了？在伦理辈分上找一些个笑料和包裹。你就算当真的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我也没当真的，这我当什么真的？这个你要说俩孩子说相声啊，一个五岁的，一个六岁的，嗯，站在台上，这个是这个爸爸，这个是那个儿子，哎呀，观众会觉得很厌烦。是，人家不爱听。这个两个孩子怎么那么讨厌？就贫到咱们这个岁数了啊，谁是谁的爸爸就无所谓了。哎，嗨，那不行，那个啊，什么岁数这也得弄清楚了。别的都不重要啊，好好说相声，让大伙儿开心，这是咱们应该做的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，是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。这个屋坐得有7000多人。差不多，看不到头，最后一排的得有一站地。差不多，就是人家支持咱们。是啊，嗯，其实就是俩普通说相声的，可不是吗？郭德纲、于谦，当然于老师很厉害了。怎么厉害？他只有一个小缺陷啊，不叫麒麟 啊，这叫缺陷呢。这哎，你说过去那个人，人家都有哈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怎么了？姓岳名飞，字鹏举。哦，现在没有了哈，姓于名谦 啊。没有，现在讲起名不讲的起个字儿，没这个了哈。没有了，嗯，你英文名字叫什么？哎呀，你瞧这到家了怎么这么不厚道啊？你们都，啊？他们喊安迪，嗯，我小儿子英文名字叫安迪。对呀，啊，哎，今天是安迪4岁生日。哦，嘿，啊，这。哎，你没有英文名字吗？我没有英文名字。我没给你起吗？你凭什么给我起英文名字？我凭什么不给你起呢？不是，您什么意思？起一个也可以啊。不，这倒无伤大雅，起一个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英文名字叫乔治。乔治，你姐姐叫佩奇。嗨，
好吧。好什么呀，我们姐儿俩还都是社会人，你看、网上有句话吗，啊，小猪佩奇身上纹，掌声送给社会人吗？好家伙，算了，咱不当这个 啊，社会人都让人砍了。哎呀，也是真感慨啊。怎么安迪都4岁了，这不生日快乐吗今天啊？就是出来问我您干嘛去，嗯，我说你在家听话，我去演出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你冲那边说去行吗？啊，没意思，算了。哎，没意思，冲我说有意思是吗？四岁的孩子正是加强教育的时候了，应该教育啊，听话、哦，对大人说话有礼貌，好，不许撒谎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撒谎长长鼻子。哟，你怎么还这么告诉他？哎，3、4岁的孩子讲大道理听不懂。哦，啊，有一个木偶匹诺曹。哦，那童话故事。撒谎长长鼻子，那里边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记住了，撒谎会长长鼻子的。他信了。嗨，就这么一说。哦，说完之后没多久，带他去动物园。嗯。进门看见大象，他急了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脸呐！我撒谎了，说大象啊，长长鼻子了，嘿嘿，很感慨，小孩天真呐。看看他，再看看咱们，嗯，老了，那可不是呢。于老师已经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啊，到眉毛了，我埋过了，这有点。那个老话叫土埋半截儿啊。土埋半截的人了。对了，人是倒着埋的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如过眉毛呢您。哎呦，我可希望您健康、真的假的？我们哥俩啊，说相声半辈子，好的像一个人一样，这关系是非常不错。比如说我是一支钢笔，这是比喻，于老师就是那钢笔帽。哦，怎么这么搭配呢？可能单独一个钢笔帽未必有多大的作用，是没用，但是对钢笔来说很重要。是吗？没有这笔帽，写着写着钢笔就干了。哦，所以离不开，一定是、您是那笔帽，我是钢笔。哦，这这么使劲呢？哦，说明您的重要。是，比如说还有您是一个锁。锁，大锁。哦，咔噔锁上了，没办法了。如果没有钥匙，这个锁就是个废物，就废铁一块。我就是这个钥匙。哦，您是这钥匙，2斤半大铁钥匙，这么沉。哎啊，咱们怎么不要这么暴力行吗？比如说您是油箱。那您呢？油枪，加油！啪！你跑去吧。我是得跑。我是倚天剑，我剑鞘。我改剑鞘。我是独龙刀，您刀鞘。嚯！我是方天画戟，我呢戟鞘。戟鞘啊？戟有鞘吗？不是有戟鞘炎吗？嗨，两码事儿。剑鞘炎是吧？剑鞘炎。形容您的。重要。哎，反正就是这位置。真的啊啊，这么些年来在说相声堆里边、嗯、我最认可的就是于老师。承认我。哎呀，人也好。哦，我认识他那会儿我们才10几岁。年轻。当年不是这样的。那当年肯定不这样。当年那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。没，这可能太使劲了您。真的。嗯，小小子精神好看，年轻就是，而且有钱。哟，怎么又提到钱了？我认识他那会儿10几岁，他戴个大戒指。嚯、怎么这么大个儿？哦，绿戒指。哦，祖父绿的。哦，祖父绿的呀？哼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啊，那叫祖母绿的，让祖母绿的。那还是祖父先绿的呀？那个。家务事咱不管，谁有家务事啊？那就祖正字念祖母绿那个大戒指啊，是有啊，胸口带着一个这么大个的翡翠的牌子，嚯，那水头都荡漾，水头怎么还能荡漾？风油精，哎嗨，我带着它倒不招蚊子，这个，
像我们这样的小兄弟得有这么七八个人啊，那是一波孩子跟着谦儿哥混。我大几岁，给我们说话啊，都站好了。嚯，站要有站样，坐要有坐样。哎，我先管管我自己行不行啊？我都这样晃悠了，我还说人家老大嘛？啊，就不太讲究了，哎，必须听我的话。哦，顺我者昌，嚯，逆我者嫖。我把上下游都把住，嗯，必须听我的话，是吗？当然，人家管我们，对我们也真好啊。那应该疼啊。吃饭，他花钱，就给钱呢。喝酒啊，他花钱，这都无所谓。喝茶，他花钱，应该的。哪怕去那个地方，也是他花钱。哎哎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去哪个地方？新华书店。哦，您管新华书店叫那个地方啊？你以为图书馆呢？哎，这好嘛，咱就别弄这哑谜了。对我们是真好，应该。哥几个跟我走，干嘛？带你们去洗温泉。哦，这个那时候可是高消费了，一大帮小兄弟跟着人家泡温泉去。去吧，到那儿泡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锅炉坏了。哦，那是温泉吗？那个，拿锅炉烧水啊？我们换一个地方去消费吧。这回去哪儿啊？带我们去动物园啊，随便逛。一进动物园看见大象，于老师急了。我怎么了？你不要脸呐，撒谎。哎，你先等会儿吧，我父亲告诉我了。啊，行了，别说了。嗯，什么，我又成你儿子了？这个想想当年非常的开心。是你开心。后来我说于谦儿啊，我说您每天这个花钱花的我都眼晕。那有啊，我也不知道您祖上是李莲英啊还是安德海啊，非得是太监是吗？太有钱了啊，这么有钱您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吗？您这是劝我呢，做个生意也是好的，干正事儿。谦儿真听话。我呢决定嗯搞一个电影公司，自己拍电影。我这刚下海就自个儿干这么大的事儿，大手笔啊。不得行不行啊？关键他也考虑很周到啊，他身边的朋友都是干这个的。哦，有这行人。首先说编剧，嗯，人家就有这方面的好哥们儿。哦，编剧的朋友。他有一个朋友是做编剧的。行不行啊？学历很高。嚯，什么文凭啊？马小毕业，做麻辣小龙虾的呀。你说那是夜市？不是，马小是什么文凭啊？麻省理工附属小学。嗨，那人那儿有附属小学吗？写了很多好的作品。不错的您有什么呀？最棒的就是一个专题纪录片。哦，名字是舌尖上的足疗。多恶心啊，这片子拍的。哼，这个片子拍的啊，咸丝丝，那就是该洗了。那就，嗯，非常好啊。行，还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作品，名字是罗密欧与罗密欧。哎，俩罗密欧啊？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？罗密欧与伽利略。这伽利略的罗密欧与祝英台？不对，罗密欧与小白菜。都错了。罗密欧这娘们逮谁跟谁啊。哎，好家伙，太乱了。哎呀，还写过一个古装题材，名字是比越王勾践的宝剑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，说明天见。这名字听着就那么贱。这次一听说于老师要拍戏了啊，拿出了自己压箱底儿的作品。哦，这作品好，一个文艺题材的电影。什么名字呀？哎呀，名字太好了，您说一说。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嗨，哎呀，这名字后半截太水了。这个呵，啊，于老师感动坏了。是啊，太棒了。哦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啊。是，这是不是照着我的故事写的啊？我就是他娘的蛆啊。我决定了，嗯，拍你这个戏，我就用这本子了。编剧也很开心呢。是吗？于老师您放心。怎么样？只要用我的故事。哦，我保证它会成为嗯史上最好的电影。史上最好的。嗯，那就是说这事儿成型了是吧？嗯嗯嗯
那意思就明白了。这一说成型了，嗯，编剧把这一坨剧本就拿一坨剧本了，叫什么？一摞剧本，剧本已经有了，是。接下来需要找一个好导演，那是必须的。这个导演是一个跨界过来的奇才。哦，导演是跨界，早先不是做导演的，他是哪行当啊？最开始是个律师。哦，由于业务太出众，嗯，被同行所不允许。哎，这就不对了。嗯，业务出众，这行应该重用人家呀。业务太出众，怎么了？你比如说，有的案子要判五个月，哦，有的要八个月，哟，有的一年半。是，到他手里边啊，最次就是死缓。对啊，哦，往回判呢，他给有这么两三个随地吐痰的，哦，到他手里边，在马路上就枪毙了。好家伙，就地正法了，这个双手沾满了客户的鲜血。那是不能干了，所以不让他干了，别干了。改行之后，嗯，做了一段时间的微商。微商做得怎么样？三天挣了70多万。你看，人才还是人才。你看他净卖假货，假货人挣70多万、啊、他卖假货让人把腿砸折了，保险公司赔70多万。哎呀，嗨，这跟微商有什么关系？他给您做这个导演行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我就用人家了。接下来最重要的，嗯，是要找一个投资方。对了，有钱才能拍戏。来了一个大老板，是有钱吗？家里边古玩商店趁八个。好家伙，古玩店趁八个。你要说开饭馆开个20个都不叫事啊，没多少钱。古玩店趁八个，多少钱呢？古玩2元店啊。2元店还有什么古玩呢？一进门给你一个红色的塑料盆啊，你就往里边放呗，嗯，2块钱一个。哦，哎，走时结账。嗯，但这个盆不能拿走。哎，这盆呢？这盆7块。哎，好嘛，他这还不如塑料盆呢。他这个，人家说了，嗨，这个我根本不往心里去，这不叫事儿。开古玩店是闹着玩。哦，那您专业是干什么的？本身我是一个电影艺术中心的副新长。我都头回听这弦儿，副新长。你不念书吗？念书有副新长吗？你看，艺术中心的副新长，啊，陕西的西长，西长，西安的安长，什么呀？这都是称呼，不知道啊？我就不知道。人家说了，嗯，谦儿，你来一趟，啊，要跟我见个面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可以啊。于老师去了，一进门，副新长很开心呐。是吗？谦儿来了，哎，脱了吧。啊，什么呀？就脱。电影还没拍呢，先给我潜规则了。他这净嫌好事你啊？不是，他干嘛让拖呀？人家进门有一个水池，哦，里边养了好多这么大的鱼。这小鱼是干嘛？脱了鞋脱了袜子在里边泡脚。哦，那个鱼是吃死皮的。哦，倒是有这个。俩人泡着脚。哦，副新长说，你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打听一下。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。哎，对，行，少说两句。副新长感动坏了。是啊，是不是按照我的故事写的？什么呀，别跟我抢啊。二区相争必有一伤。我跟他争这干嘛？好，我喜欢你这个作品。是啊，我决定为你这个戏投资了，又给钱了。擦擦脚，哦，开瓶红酒吃饭，咱们庆祝一下，这应该啊。俩人坐在这儿，嗯，开瓶酒，呵，菜上来了。哦，热气腾腾一大盘子放在桌子中间。什么菜呢？红烧小鱼儿。现在吃这个，哎，一吃，哦，呵，嗯，咸丝丝，哎呀，吃饱了喝足了很开心。是吗？谦儿说咱们再泡泡脚吧。对呀。副新长说可以泡脚，但是鱼没有了。是啊，那鱼呢？咱俩都吃了。太恶心了这个。接下来需要找个女一号，找一个男一号，就找主要演员了。这个女一号找了一个模特。哦，这还不错。哎，一般了。哟，模特会一般？是个车模。车模更漂亮啊。叉车车模。叉车还要什么车模啊？叉车的车模，嗯，怎么了？这个他这个身材还行，就是有点罗圈腿。哦，这个倒无所谓啊。啊，这个衣服的版型上找一找，看不出来。不好找。穿什么不好找？要穿个旗袍啊，腿在外头。嚯，好家伙，这坐在汽油桶上了。这是，嗯，这张脸如果去整容的话得花2块钱。那就不用怎么整啊。
哎，坐公交车一块钱到那儿，大夫说弄不了，一块钱又回来。嗨，白去了。嗯，别的女孩笑起来很好看。哦，她呢？看起来很好笑。嘿呀，实不怎么样啊。所有人都不同意。是吗？于老师同意。我什么理由啊？就用她。因为什么？我还没有玩过独轮车呢。好家伙，这叫什么理由啊？女演员就凑合了吧。啊，男演员要找一个好的，这互相调配一下，找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，哎，哈韩风，这个韩国的男演员姓朴，这姓你看大伙儿一，你看有人窃窃私语，这不怎么样，我要批评你们啊，在韩国姓朴姓金，这是很普通的姓氏，是不要因为姓朴就笑，那是个大姓，他姓朴，哦，叫什么呀？不成。哎，你看这俩字儿搁在这姓后头，这名字就显得那么高端了哈。行，好多人说他，说你这个名字、这个姓儿在中国发展，一定会有人笑话。这不好听啊！赵谦、孙李，随便挑一个起个艺名呗，起个中国名字。他也真听话，是吗？他说以后就姓钱了。哦，取一个钱姓，姓钱，这富贵。哎，姓钱，叫什么呢？不够，叫钱不够。哎，我说怎么朴不成呢？这倒是合适，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什么叫窝窝戳戳的呀？哎，不是人名。你不要小看他。怎么？在韩国电影界得过奖。得过什么奖？得过韩国金烧鸡电影奖。嚯，这做熟了，让他拿走了啊！咸丝丝儿。哎呀、嗯，我就听这词儿别扭。这个人特别的爱惜羽毛。怎么叫爱惜羽毛呢？剧本差一点不拍，那是严谨。导演差一点不拍。认真的合作演员差一点不拍，应该这样，特别的认真。好，七岁出道，闲了51年了。哦，没拍过戏呀、啊，就跟家待着了。他全闲着也不成，每天就是喝酒，怎么还喝酒啊？早晨起来一箱啤酒蹲在那儿，哎呦，一箱啤酒多少瓶？一箱大箱的24瓶呢。24瓶啤酒喝完了，这一天就算过去了。这酒腻子呀，爱惜羽毛嘛。没有这样，这天早上起来放着一箱啤酒，一数24瓶哦，刚数完，于老师电话来了，我找他拍戏。小朴很开心呐、啊，小朴干嘛呀？哦、嗯，怎么样了？哦，什么？吉林大米比黑龙江大米大思密达。哎，这什么乱七八糟啊？说什么呢？他这吉林的大米啊，比黑龙江的大米啊大4个米那么大。嗨，这谁听得懂啊？废话，我可得会。啊，他就说了一段，一接电话很开心，脚底下没站稳，哟，咣当一声啊，这个人就坐在啤酒箱子上了，好，差点摔着。站起来回头一数，嗯，还剩23瓶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。行了行了，不用数了不用数了，行了、啊，怎么喝都是喝。就这样，嗯，大瓶儿的，嚯，没有这么大的瓶儿，还没开盖呢。行了，就不用，就赶紧送到医院去啊！大夫都吓一跳啊！这个人怎么坐得这么直啊？哎，对，有撑子里头。啊，做个 X 光一照，吓一跳。怎么？你这都伤到扁条线了？好家伙，这喝点酒差点上头。那是啊，演不了了。别演了，演不了，于老师我来。啊，于老师说这个事情不用求别人了。对呀，我也可以，本身我就是演员。你们要不信，你们端一箱啤酒来，你看我给你们来一回。我什么可以啊？我演戏，我能来2瓶，你们信不信？不行啊，不行，这个我可以。我身高好啊，身高好，别提这要成不成。我自己花钱捧我自己是对的，这就值啊。但是导演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哎，于老师，您这个啊。您这个年龄偏大，哎呦，差多少？啊，您跟我想象中的男一号在年龄上差1个星期。哎，这导演有点过于严谨了吧？你脸上有皱纹啊？皱纹那怎么办呢？给于老师送到美容院啊，往脸上打一泡尿。哦，这样打一泡尿，没听说过。你看谁做美容往脸上打泡尿啊？好多小姑娘打一泡尿。啊。那您听错了，那叫什么？人家姑娘去往脸上打一针玻尿酸，啊、往脸上泼一针尿，对，泼一身尿。你说你往脸上尿，谁呀、啊？尿是酸，玻尿酸，尿是酸，你喝了？谁喝、哎？你怎么知道尿是酸的呢？谁说是酸的？山西人的尿是吧？谁说的呀？
什么是湖南人的是辣的，哎呀，四川人的是麻的。行，别说了，你都理解错了啊。那个真的名字叫玻尿酸，打完之后脸就平整，就是管这用的，可以拍戏了，那就拍呗，大型文艺题材电影。嚯，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它娘的蛆。哎，好嘛，开机大吉吧。这是一个古装的爱情片，我就喜欢这题材，就是王子爱上了公主。好啊，那个车模扮演的就是公主女一号。哎，您扮演的是王子。我是男一号啊。王子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，这个名字尽量少出现在台词里。各部门注意，开始。可以来。怎么样？头一场戏是于老师站在山的这边哦，呼唤自己的公主，我叫她。预备，开始。我说，于老师说台词怎么样？苍天呐，大地呀、啊，嘿，老少娘们们，娘们们，什么？老少爷们们，有爷们有娘们啊，真乱、啊。哎呀，公主啊，我是你的王子，我的名字叫嘟咕咕嘟咕噜嘟子。哎呀，这句台词要盒钱了，你快点出来吧。出来了没有？话音刚落，公主打山那边出来了、啊、真给面。她可不是走着走，她怎么办？骑着大象呢。好啊，一看大象，王子急了，我说你不要脸呐、啊、怎么又来了